爱马仕限定包款小房子，依照颜色不同，价格从500万到破千万都有。还有这款喜马拉雅包，市面上贩售到650万，许小姐以116万购入。疫情期间，她陆续从电商平台网购，砸了将近800万，到后来才发现全是假货。我有拿去就是房间的二手鉴定包去给他们鉴定，然后那个包鉴定是没问题的，所以我就陆续买十几个包，然后损失了738万。后面我慢慢开始联络不到这些卖家了。许小姐陆续向6个卖家提告，但检警追出账号持有者只是被冒用的人头账户，最后以不起诉侦结。深设人头账号的人跟需要人头账号的人互相认识，是朋友，把自己的账户租借给别人，就构成帮助诈欺或帮助洗钱。许小姐不肯放弃，持续打官司，发现其中几名卖家的金流最终都流入一对夫妻手中，变相把钱洗到国外，经手金额超过1.7亿元，更从中获利331万。夫妻两人一审被依违反银行法判7年6个月徒刑和4年徒刑。他一个检察官其实是跟我说，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同一群人，地下会对卖家伙，他们都是同一群人。拿不回损失的700多万，许小姐因为无力缴房贷，中秋节前夕还收到房子面临法拍的消息，求助无门，只希望别再有人受骗上当。三立新闻郑爽、许尚云、陈昭文台北采访报道。